画家吴冠中笔下的安徽宏村向来古雅素静，村内大街小巷傍水而建，民居布局都围绕住月沼，构建成完善的供水系统，是徽州建筑的典型代表。木雕、砖雕和石雕亦都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。而为了迎接农历新年，宏村近日点缀了一抹抹的喜庆红色。新春期间，当地政府还安排了多项传统表演和活动招待游客，希望增添节日气氛。坐落安徽黄山西南麓山脚的宏村，始建于北宋政和年间，有近1000年历史。早在2000年列入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之前，这里已经是无数中外游客慕名拜访的旅游热点。香港风频电视记者戴叶文报道。